接下来上场的是呢，我们不是钱的事儿，重量级的两位演员。哎呀，重量级的。谁？也是夫妻档。哦。啊，男的叫杨冰，女的叫赵丹。在戏里边呢，一个演叫翟少，一个叫包小玲。朋友们，掌声有请二位。有请。唱呀，我张亮婶啊。杨冰来了婶啊。咱二人唱段小话。给大家提提神啊。提起来二人转。历史多悠久啊。从满清到如今呐、啊。300多年。没有云啊。这个东西。了不得啊。你看完以后变成一个幸福的人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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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哇，太喜庆了。出来马上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剧组的那种感觉里面，后边唐老师都跟着跳起来了。赶快吃药，赶快吃药，一会儿都闲不住他。关键他俩这动作跟这个神态，一看特别默契，对，一看就是像谈了多年恋爱的。对呀、啊，人家就是夫妻档嘛、哎。恋爱多少年了？从谈恋爱到现在10年了吧？十年了，早恋。哎，但是十年就是，并没有特别夫妻相哎，你还是瘦，啊、然后胖丫就胖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没这么胖。是吗？对。他说是稍微有一点胖的时候他就想减肥，完了我看他背后偷摸的吃点偷摸的吃点小吃啊，这个那的，完了越减越肥。昨天晚上我们还上鬼街了呢，那家吃完的小龙虾吃了300只，剩的那一兜子自己还提了回来，半夜一宿没睡，刻到今天早上写着，哎呀不行啊，我肚子疼。你说那还有好吗？那还是咱们小两口最大的特点。你说你还能减肥吗？减什么肥？哎呦，我们这些胖子都不愿意别人说。你这个观点吧，我都不同意。你说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呀？对呀、啊、再说胖丫也不是这么轻易胖起来的，因为杨冰太疼她了。就是杨冰超级疼老婆，对不对？你想不想当杨冰这样的好丈夫，向他学习？我特别想啊。那你就得学习一下他如何经得住摔打。哎呦，是大背胯吗？摔打一定要看这个，不是这个必须要看的。啊，是不是还可以展示？生活当中不摔打啊？那一定要经得住。舞台当中怎么摔打？来我，哎你别走啊，我们得，哎你别走啊。一二三，上啊！上啊！哎呀！惊心动魄，你们家都是武打片啊！让你们给我说的，我好厉害。不是，他人家真不吵。闭嘴吧！这个呀，确实不吵。太烦人了。哎，这个呀，真不吵。那个，对对对，确实不吵。为什么那不吵呢？因为他一个眼神，我兄弟已经就不能再说话了。我说这可是真事儿啊。没有，等会儿大哥，我觉得吧，程大哥其实他这么积极是特别想跟胖丫再重现刚才那一段。好，是吧？不是，我不能重现，但是刚才纯属是开玩笑啊。其实生活当中他俩绝对是和睦啊。我们话又拉回来了。什么？我也怕他整我呀。哎，我们今天给两位准备了夫妻之间的默契大考验啊。夫妻默契大考验就是要看看你们有没有两个人的之间的那种特殊的默契。好，哎，我就从女孩子角度问一下吧，胖丫，第一次就那漆黑的晚不成，你们俩拉手那次，你穿的什么？现在由杨冰回答。天太黑了，没看见呢。不是出屋之前啊，出屋里往出走的时候。对呀，穿的是什么？那也算第一次牵手啊，那多重要。出屋之前穿的是好像是一个穿衣服没吧？穿。那想起来了。当时好像是穿了一件黑色，这边带两条的运动服，是吧？运动服。好。胖丫说对吗？他说的对。没有，我们说的是衣服，你怎么就说到裤子了？不是连衣裙，运动服，连衣服，旗袍，旗袍，太贼了，因为我们裤子平时都换的少，对不对？衣服老换呀，衣服是一套，你当时穿旗袍，胖丫，旗袍啊。
哎，那我当时96斤应该穿旗袍。哦，96斤。哎。哦。现在。那我再接下来再问一下。这个196。现在他196斤，好了。回去。又来了。哎，我们继续夫妻默契大考验，这次胖丫先回答啊。这个就是你当时那么瘦96斤的时候，他第一次抱你穿的什么呀？没抱，根本就。那个说过了吗？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那现在你看，哎呀，既然两个人这事都想不起来了，干脆你们两个人就一块儿给我们再还原一下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给点雷电。不好意思，走吧。你拽我，老拽我干啥呀？谁拽你了？他们要买葡萄吗？咱们一起去。那你就走呗。走你的呗。哎呀妈呀！哎呀，走吧，慢点啊。咋整不好意思了呢？哎呀，龙哥，不是，你这老笑啥？怎么讲个小伙给你乐这样啊？谢谢啊，谢谢大家，谢谢两位啊，请二位休息，幸福甜蜜。